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雷哥，我们今天继续玩王者荣耀。现在打排位赛是由这个云哲他用的孙悟空邀请的，然后我们现在我用诸葛亮嘛，本来想抢黄忠啊，抢不到啊，一进来黄忠被秒选啊。上一把我也是打了那个关羽啊，队友比较强势，又躺赢了。我方这个李白挺炫的啊，今年限定的皮肤，中路交给我，你们通通闪开。请做好准备，全军出击。哎，老马老关带我一程呗，骑着马都不带我，我可是你的军师是吧？我诸葛亮，你得听我的。瞎塔居然拿个小乔跟我打。小乔，小乔是谁的？小乔是周瑜的。大乔是谁的？大乔是孙权的吗？就不让你们打蓝 buff 啊！谁敢打蓝？哟！还是先出血书啊！我喜欢先出血的啊！预约一下。你打呀，你倒给我打呀。被他打掉了哈，打个小兵线他就直接把那个蓝给打了。我们去上路吧，上路的亚瑟和那个谁听说很烂蛋啊，和黄忠发起进攻。没有被动技能让他们给跑了。哟呵，这居然藏了一个。等我四级来吧，你们肯定死了，一个空气炮搞不死你们。开始撤退，猥琐发育，别浪，保持住这个状态啊。远离远离，猥琐发育，别浪，没血了。樊中什么时候出进去的？位置给他选掉了。哎呦喂，好危险啊！我换了樊中咋不行呢？就他一个人，我们三四个人在上面。亚瑟很烦人的，他的二技能，你打他，他还在旁边一直伤害你，是吧？啊，关羽直接撞他，撞他快，撞他过来！同时把小兵都打掉了啊！哎呦啊，好痛啊！哎，完了完了完了！不跟你们烂。
跳跳都行，这都行，他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啊？好贱啊！我躲了那么久了嘞，被吹起来了，要不我早跑了，就差那一点点。气死了。这小乔真贱，记着你了。没有技能啊，要不然他肯定是我的了。我要干小乔。要双鞋子啊，那鞋子走得太慢了。我靠，还好啊，要不是黄忠救我，我就死了。这下我和黄忠飙起来了。黄忠好危险，被对方的小乔和典韦击杀了。典韦到后期很猛啊，能扛。打不过亚瑟。你命数已尽。没有蓝，先打个蓝。这时候已经暴露了，智商太低会传染，离我远点。开始撤退。这边要小心他们两个。就是起捡了个人头啊，不是火叉子，运气好吧，怪我这么快就干了，太嚣张了这一群人。哎呀，差点被小乔抢了。要打我，好虐的亚瑟，把他的蓝 buff 打了再回家，好没有了。还是要出点肉啊，光诸葛亮不出点肉很容易死，因为你没有控人的技能，一旦被人抓到了，必死无疑啊。继续出漏啊。
激动死了，我都跑了。现在可以投了啊！卡住上你三压一顿痛啊！完成了点回，哎呀，两个人一起干啊，搞不死。我操！我换李白经济7000多了，怎么花育的？孙悟空打这个韩信啊，哎，怎么这个标志在我这里啊？我杀的最多吗？528，李白525，但经济比我好。给穿杀了，没有什么事，我只是起到助攻。哎呀，我想抢个人头哎，咋就这么难的？我这个2/3的血气打亚瑟，能不能打得过？你说我过来打亚瑟，还是说直接攻他们家，攻他老巢也不一定能攻得掉啊。这么多人包抄，必死无疑。先把狼打了，打了再去打，再回城。操，打不下来。对方这为什么不选刘备啊？把刘诸葛亮在体验湖里面抢诸葛亮来抢的。他这一炮攻的真爽。最后一下飙起来了，杀了那么多。拿个 MVP 了吧。最后几下飙起来的啊。